上一次我们讲行篇讲完了然后也开了一次课程研讨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第五篇的诗篇啊。诗篇呢，它在讲事啊，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概念。这个概念呢，在现实生活上头是有这样的概念，但是在其他国家里头呢。别的语言里头，至少就英文来讲的话呢，西方国家里头好像似乎没有这样的概念。你不像你问问看什么是是的英文啊，你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这样的概念出来。是呢是一种无形的、难以抗拒的一种力量哈。像我们在任何一个地形、一个环境里头，它就有一种是。那来到这样的上课的环境里头，这个势是大家对于讲者的形成一种的包围之势，所以站在这个地方啊，就对来讲的话，你对向了我，从四面八方对过来。那从讲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从中心点这边发出去。假设我们的位置这样的摆设方式是很平坦的，就这样直直的。没有在左翼、右翼这样的概念的话呢，那就是另外的事，那就是像他开研讨会的事。如果我们开成是个圆桌，大家坐下来可以，协调什么事情，那又是另外一种事。所以事呢是一种形成一种无形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啊，它依附于形，藏之于形，就形成的一种力量。那我对事的体会呢，我写说了，事是一种空所形成的力量，因为它没有，所以它有这样的事的力量以后呢，它会打进人们的心理里头，会让人们的印象深刻，因为它缺乏这样的东西。而且事呢，为什么是跟空有关呢？因为空间，像我们这样的使用空间，透过空间的一种摆设。透过隔空，像呢，是呢，绝对不是透过有形东西的一个传达所形成的一种影响。如果透过可以接触得到的距离、接触到的物体所产生的一种力道的话，那叫力量，那叫力。没有直接接触到隔空发出一种影响力的，那个叫是，所以它中间一定间隔一种空间，所以它会善于应用空间。善于运用看不见的空间，没有摆东西的空间，而还能够隔空把这个力量发到空间以外的这个对象里头去，像这种影响力啊，都是属于势。所以你看我们的势啊，有像名气，名气是不是一种势啊？很有名，听到他哦，林志玲待会要来上课，你知道吗？看到没有？奥巴马电话打过来。说林志玲要来是吧？名气隔空形成一种号召力，形成一种影响力。文化上头也是一种事，走到一个房间里头，到一个国家、一个公司里头，都会感受到这家公司一种无形的气氛。这家公司是很严肃的，这家公司是很 happy 的，全是。他很有权，走到那边没有讲任何一句话，你会感觉到他的威势、声威。品牌就是我们现在在管理学院里头啊，在商场世界里头，经常谈到的一种事，品牌。听到 Apple，哇，知道吧？iPhone，知道吧？这种品牌的力量呢，深入到人心里头，所以事都是属于这种层次的东西。那企业如果善于运用事，最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善于运用某一种独特的资源，独特的资源可以是有形的地形、有形的资产，也有一种无形的传统。这家公司以前是从这个大陆那边过来的，从国民政府从大陆那边撤退过来的时候的某一种传统，所以来到这边呢，他一直过来五六十年、半个世纪以上了。它有一种特殊的传统，有特别的一种关系，
啊，所以它能应用在台湾里头，可以产生一种无形的品牌的威势，这个都是属于啊运用资源可以产生的某一种势。所以势是一种看不见，形是看得见的，啊，形你可以感受到的，势和形的不同。那势呢，你可以说它有两种势，一种叫正势，一种叫奇势。奇正相生指的是说奇势和正势两者交互使用啊，这个我们待会还会进一步去发挥。总之啊，我们希望呢，我方的势是实的，对方的势是虚的，这个你要去感受得到。我方是有影响力的，对方没有影响力，我方有一种造势，有一种仗着什么样的势可以发挥我的力量，是吧？啊，像某一些政党呢，现在就很有势，那某一些政党现在就一点势都没有，啊，提到那个名字就觉得好像被看衰了，这都是无形的势，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事呢，我们是非常需要去仗着某一种势，那这势呢有奇势有正势啊。要去利用这个奇跟正这两种势呢，去综合运用，产生一种综合的结果。这就是在竞争的时候善于使用的人。那我们在第一篇的这个《史记》篇里头有谈到势者的因权因利而治权也啊，那个在讲说呢，因应利益而调节一种权变，可以形成一种势啊，都在谈呢是有关的东西。所以能看势的特质啊，它是像一种我们在亚当·史密斯所谈的 invisible hand 啊，就是看不见的手。那这种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市场的力量是看不见的手。那势呢，就是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力量是势的一种。所以你把一切的资源放在市场上头，你就可以透过市场看不见的力量去帮你导引它的资源最有效的配置啊，让你的价格跟那个资源跟制造者啊，可以形成一种最有效的利用，这都是势的一种营造啊。所以市场就是一种势啊，势是超越时空的啊，善于运用空间。所以同学，你如果要造势的话，你要善于运用空的概念，善于运用没有，善于运用静，善于运用空间。这个空有空间，有间隔。有没有空就是没有啊，对不对？没有和有之间怎么样去摆设，怎么样去形成一种态势，形成一种影响力，这就是在应用势，在造势啊。所以我们要用力量之前，一定要先知道势在哪里，这句话很重要哦，各位同学记起来啊。要运用我们的力量之前，要先知道势啊，知其势而后用其力。没有先了解整个的大事，就随便出力随便讲话，就很容易讲错话。所以知其势，知其势这个势不是只有局势而已，知道地势，知道趋势，是不是知道形势，然后呢了解整个一个比较大的一种形势的走向，才决定说呢你的 local 上头你要怎么应用你的力量啊。所以知其势而后用其力。所以在这一篇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啊。善战者最最重要的是在追求什么东西，在经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最对于战者最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战者应该最应该去追求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事。所以善战者求之于事，就是要先营造，先等待，先等候一种有利的形势、时势、机势、趋势，先等待那个势成熟了以后你才出手啊。所以求之于事，不责于人，不要去苛责了。为什么不能够卖很多的产品，为什么业绩做不来，形势不如人啊。大的形势你困难，所以要先了解势啊。
所以我们想要在做在市场在竞争场合上头要能够出人头地的话，要学一种能力，叫做观察形势，观察趋势，观察技术的走向，观察技术有什么新的技术出来，观察市场上头的动向，观察消费者的需求，那个都在观察势。所以观势就是一个竞争者很重要的一种能力，观势就是前面这四个字求之于势的一个对照的一个写照啊，求的是一个势，有时候是老天给你的，就是生逢辰啊，生得逢其时，时间对啊，势局势对，那这个势呢你就不用去造了。可是如果说势不对，那你要想办法去创造一种势啊，一种形势出来。战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事。你要先怎么样，先看势啊，然后再找适当的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去顺应这个势去做。还是这句话，还是知其势而用其力的一种说法。所以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啊。因为大的环境形势比人强嘛，啊，没听过一句话，形势比人强，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时势造英雄，是不是？因为大的形势出来以后，有那些条件，那有一个英雄人物他一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他才能够呢创造出一片好的形势出来。但是如果时机不对，啊，这个以前呢有人提过某一种什么新的产品的概念，如果时机提得太早的话，这产品不会成功。所以产品要能够成功，也要能够符合那个时机，啊，所以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概念，求之于势。因此我们今天如果要谈竞争的话，应该善于观察形势，善于了解趋势。所以观势求势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对一个领导者来讲的话，啊，要能够预见形势的走向。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样的能耐呢？要怎么拥有这种观势的能耐呢？思辨的能力，思辨的能力，还有没有？思辨要能够想，要能够辨察，还有没有？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多读天下杂志，要观察天下嘛，是吧？看天下。就不能不看远见啊，因为你要有远见啊，对吧？那远见是要看什么？是要看商业的形势嘛，所以要看商周，商周也要看。那商周既然读的话，还能够不读《经济日报》吗？《工商时报》啊，是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养成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平常要阅读广泛，了解跟你这个行业。跟我们的整个的大的形势有关系的，还比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形势，两岸关系重不重要？各位同学，两岸关系重不重要？你不是在工作，你是在学校，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大学的一种发展呢？啊，现在每年暑假都有好多同学到对岸那边去参加什么大学的一些什么夏令营啊，或者修些什么课之类的，啊，他们希望能够有台湾的年轻人去。那你去那边看一看，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没有？啊，两岸形势对于台湾的影响，胜过很多国际上头的形势的演变，因为它非常靠近台湾。因为同文同种，那因为呢是同属一宗，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否定这个事情，啊，那这个事情，除非你能够否定，你否定的话，基础不摇不牢的话，就会产生所谓的很大的一个动荡，你能够经得起吗？所以这个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一个 reality 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实啊，影响台湾非常之大，啊，
更何况全世界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就是中国了，甚至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它的形势来讲呢，特别开了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以后呢，它现在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炙手可热啊，影响力日攀升，你台湾可以免于这样的影响力吗？所以我们要看这样的形势，了解应该有的一个作为，是啊，怎么样去训练这样的能力呢？刚刚谈到了，你要观察什么，还有没有？读思辨，读天下，读语，哪个地方可以学到？可以经常学到去观察人世间的一种变动，啊。公司的兴衰走向啊，在哪个地方可以观察到，可以学到这些东西？有没有人可以是如何训练这个的？如果你要训练，这是可以自我去调节的，可以自我勉励自己，自我训练自己的。你要怎么训练？求之于事，要怎么训练？怎么培养自己这方面的事？观察事的一种能耐，这方面要讲究什么天分吗？是。可以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去做练习，就是像是因为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事情嘛，就是现在也有点难举例，只是。不管那件事情是对自己有没有关系，对，但是，你都可以从你获得的资讯当中，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合理的推测，那你可以用最后的结果来证实你的推论是不是正确。嗯，对，那就是，那如果是对的，那就表示你做了。是，那在反复的练过程当中，会让自己的判断能力有所改善。OK， 好，很好，这他是孟纯是有在训练自己这方面的，啊，是他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对，有这样的习惯。有这样的习惯，啊，那你先判断这件事情未来会怎么发展，结果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印证你原先的判断、原先的观察对还不对？如果对的话，你是不是就比较有信心呢？你就觉得，哎，我对我的观察能力，对我判断形势的这种能力，哎，我好像比较成熟了。越来了，你就越学会判断形势的一种秘诀，或是一种诀窍，啊，可以从日常生活判断起。OK， 还有没有？是财神，哎，去哪？去旅游啊！去旅游 ，OK， 去旅游啊。是，就第一手资料哈，掌握第一手资料。还有没有？还有什么方法？还想到什么？有一个东西，同学可能比较一时间没有想到的，读历史，读历史，读过去发生的事情，读过去发生历史的演变的情形，然后会慢慢。去了解某一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种 pattern， 好像会顺应某一种轨道，某一种特定的一种态势，它会走出什么样的结果出来？虽然不一定，虽然不是像方程式一样那么准确，慢慢读了以后，你会慢慢会对这种概念会慢慢有一种把握。
会形成一种自信，啊，所以读历史啊，读技术报告，像贾博士我所了解，他对于技术他没有什么发展，但是对于了解技术的趋势，了解最新的技术，什么东西最新技术出现，他很清楚，所以他一下子可以掌握到的，可以开始把音乐放在网站上头。啊，音乐呢把它给 download 下来，所以需要一个东西可以承载音乐的那个东西，它发展出 iPod 出来，那这样改变人们听音乐的形式。哇，那这个改变太大了。在那之前啊，你要听音乐都一定要买一个随身听，买一个碟，那个碟里头摆什么音乐都是人家帮你决定的，你只想听一首你就要买另外的九首很不好听的音乐，还记得吗？那个时代。现在不需要了，现在你想听100首你最喜欢听的音乐，你通通可以把它装下来放在你的那个 iPod 或者你的什么 iPad 里头，你可以这样做得到，是吧？所以它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事。这种新的事是从哪地方产生的？要掌握最新的技术的趋势。所以对于技术的了解，在座各位同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技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带动整个引领整个时代的潮流，啊，像那个 Internet 出来以后， Internet 出来是大概1990年代，离现在大概20年不到，你看它改变世界的风貌，改变有多么巨大啊！所以新的技术的产生，怎么样去承载啊未来的生活形式，这个都是观察形式啊。所以观察技术，观察生活形态，观察经济。多读广泛的阅读，然后读历史，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刚孟成所讲的，训练自己在某一些生活场合上头去观察这个世界未来的发展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子。那你观察一次，观察两次，慢慢你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自信，会了解这种东西将来演变很可能是怎么样，所以就会建立某一种啊某一种形式的一种掌握。所以像现在电视或在哪个地方经常写报章杂志的那什么评论员，没有军事评论员、经济财经评论员、资深什么报道或是什么样的评论员，那些所谓的评论员，如果不是属于名嘴那种程式，真的在观察过一种形式的话，那些人啊都是有一段时间缓慢去建立起自己一种观察形式的判断力，这样他才能够预见未来的走向。而预见未来的走向是领导者至为重要的一种能力，你知道吗？领导者要有一种能力，就是预见能力，预先看清楚未来演变趋势的一种能力。各位同学，这个最重要。即使你领导者做得非常好，大家同心协力的有一个方向往前进，但是这个方向走啊，你不把整部车子带到一个对吗？你要走对方向，可是谁告诉你这个方向？预见的能力，把团队、把公司带到一个正确的形式跟走向上头，而这种能力是领导者最最重要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叫预见能力，预先，对不对？有谁预见2年后的你怎么样？预见能力越清楚的人，他越知道眼前要做些什么啊，这就是一种事，求之于事啊。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张照片，一样凄凉，这张照片给你什么感觉？上面那句话说，我只想要回我一年的工钱，简直是就不成这个样子，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这两张照片给了什么样的事？看到没有？你这
会感动，大家眼睛会睁大，然后去观察，去注意到这两张照片，因为这两张照片都传达了某一种很有力量的一种事。再看这张，有一种心酸叫自食其力。那你眼睛睁大，你看他，不管你有没有受到他的感动，至少你们现在眼睛突然就能盯住这张照片，你在揣摩，你的内心里头在摇动的，在触动的，他创造了某一种事，在你内心里头翻腾着。什么事？是在上海的地铁站，地铁头。有一种行为叫漠视，有某一种事产生，有一种无私叫母爱，这种事会感动人心的。这些照片都讲不出来的，感受讲，而这种自己很苦我只是告诉你，每一个情景都是某一种事的一种传达。那每一个事、每一个情景都有某一种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人们在这种环境里头，他不得不顺应这样的形式而走。所以事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形和事有什么区别？形可以说是一种有形的。啊，像 stock 一种时段一段时间之内的累积，形成某一种形。势呢是看不见的，啊，它是变动的，它就好像 flow 一样。所以我们在说 stock and flow 啊，所以每一个时间点上那个时候的一种状态啊，变动。所以什么是势？这样知道吗？事做什么用？你仗了什么事？你敢做这样的事，你知道吗？你是仗了什么事啊？要什么事背后是，所以他才肯做这些很荒谬的事。没有事就没法做什么事。你没有力量，你怎么？若平阳被犬欺，老虎也会被狗欺负。为什么？因为它离开了那虎冈以后呢，进入到平阳平原的地带，它失去了一种凭借，你知道吗？连老虎都会被欺负啊！龙混浅滩遭鱼戏，所以意思就是说，做都需要有一种势的支撑，你才能。为你的作用的，
啊，我们很喜欢讲大丈夫一日无权，权力是啊，那像现在民主时代里头，动不动谈民意啊，谈这个支持度、满意度，那个都是势啊。你有这个势，你讲话就很大声，你就敢雷厉风行推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就敢采取你比较激烈的。你要是不是的话，你能令不出总统府啊，你什么事都不太能够做，知道吗？不是因为你没有钱，你很有钱啊，你还是国家有预算，一样钱那么多给你啊，你一样那么多的人啊，可是你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在政治上头最宝贵的东西叫做势，知道吗？啊，那我们国内的政党，一个政党很懂得如何来用这个事，如何来造这个事，另外一个政党对这方面简直像白痴一样，不懂什么叫做事。政治上头你没有的事的话，即使你有再多的资源，再多的人，你这个事不见了，无形的力量不见了，你就失去了一切的凭靠，你就变得没有力量。所以政治上头呢，像韩非子他非常强调一种事，他强调在执政上头、治理国家上头，正是他讲究这四个字：爆发处事。什么叫爆发处事？你要守的一种规范，你抱着他，紧紧的抱着他，用他发号施令。光是这样还不够，你还要站在，所以一方面要有法。是最重要，所以你要有势，没有势的话，即使你有也自然难行，不同，因为人家不买你的账，不愿意服膺。即使法院是多数，你还是行不通，你的法不动，所以即使你在。通路谁大王啊？这是都啊，太多了。人是什么营造出来？空营造出来，又没有。什么叫又没有呢？你能够在一个没有这种东西的地方把这个东西放进来的话，你就得势了。谁会利用空？谁会利用没有，谁就这个地方算。所以要善于利用空，比如说空间，这个房间本来是个空荡荡的地方，对不对？现在有人把房间规划成这个样子，创造出一种事出来了。所以善于运用空间的，他就会善于创造事出来。所以用空啊，用那个隔绝，可以创造出一种力量。人没有事是不能行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有钱，如果人家不愿意同你买你的账，你也行不通啊，你只是个员外而已啊，你懂吗？你有钱了不起当员外啊，当员外你可以用员外雇佣一些人，所以你能雇佣多少人，是吧？你还必须要有一个事，事就是你的乡街坊邻里的人，大家愿意说你好话，大家愿意跟你一块来做一些事，所以这员外就很得势，懂意思吗？你有钱只是富而已，你要有贵，你要有一群人跟你站在同一边，你要得势，你才会有政治力量。要做事，要懂得这个势的运用。那如果像韩非子说林这篇所说的，他说如果把虎狮啊关在笼子里，那么虎和狮啊就和猪没什么两样。为什么老虎和狮子被关在笼子里头，这个猪没什么两样？因为它狮的狮。那你如果更进一步，你把老虎跟狮子的牙齿和它的爪把它给拔掉的话，
各位同学，老虎之所以大家会怕它，狮子大家会怕它，是因为怕它的什么？是怕它的两个东西，叫爪牙。所以人们在形容一个人呢、啊，旁边很多的帮他装腔作势的东西，简称叫爪牙，对不对？爪牙就是他得势的根本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老虎跟狮子，如果你把他的爪拔拔掉，把他的牙齿把它拔掉，知道狮子人人都可以欺负他，人人都可以爬在他身上去作弄他，得不得势，就看能不能运用空啊。我请台湾的我们同学讨论一件事，现在台湾的商管学院都很喜欢用英语来上课，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的政策你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呢？说说看你们看法怎么样？因为国际潮流，哎，我们要成为国际级的商管学院的话，要用英语上课，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啊。成效不差，成效怎么说呢？要得势啊，人要得势啊，有没有？什么原治大学、台湾大学？哎，台大公管系每年抽两个班的大学部的学生，有一个班是全英语上课，不过执行的不知道一年还两年，就乱不下去了，就改掉了啊。是也是一样，啊，还有一些大学也类似碰到这样的困境，可是这样不是不能国际化了不是吗？你们看法怎么样？OK， 不是用英文来界定的，不是说会用英文就代表国际化，还有没有？再有自己的优势。那台湾商管学院，谢谢，台湾商管学院不就是不能造势了吗？没有得势了吗？就没法国际化了吗？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造势要能不能用空，用没有，没有这个概念，什么东西没有？你想要吸引外国人到台湾来，到日本来，到亚洲来，到中国大陆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吸引他们，那能够得势要用什么？繁体中文。是啊，还有没有？到台湾来你反而要用什么东西才能吸引他们到台湾来，否则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头，自己的国家里头读商管不就很好了吗？干嘛跑到台湾来？干嘛跑到别的国家去读英文啊？你会不会觉得就有点荒谬了，对吧？假设现在到越南去开一个中文讲课的班，你会去吗？他会对你形成吸引力吗？你或许会去，因为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在于中文，你在意在哪里？越南新娘。越南新娘。你在意的是你所没有的，我们有台湾新娘。没有越南新娘，对不对？啊，那外国人愿意到台湾来读，他们什么东西没有？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你还是喂给他，他在国内读得到、听得到的英文，而且他英文讲的没有他们好，对不对？教科书一样，他们在国内都可以要得到。你在讲这种东西，会对他们有吸引力吗？会形成了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吗？所以你应该怎么经营这一块呢？啊，传统文化 ，OK， 台湾传统文化是 OK。他们现在对东亚，特别现在中国崛起了，对东亚文化是越来越感兴趣的，尤其是中国市场。所以这一块呢，中文事实上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可是我们现在好像认识不清，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人认识不清。他们本身是讲英文的人，你在这边你用英文上课给他们听，你懂我意思吗？你完全占不了势，完全不得势。国际化不是这样做的，日本人啊，他才不这样做。你为什么想要到日本去读书呢？
因为你喜欢日本文化，你喜欢亲近日本，你喜欢日本的某一个公司、某一个产品、某一个个案，你喜欢 Toyota， 你喜欢 Mazda， 对不对？你喜欢日本的某一些特质，所以你到日本去读书是吗？你到日本去还用英文上课，还用中文上课干什么啊？所以日本人的国际化不是这个样概念。日本的国际化是什么？是我的东西，我的内涵可以成为国际化的内容。至于用什么语言，再其次。所以你想学我的日本的东西，请学好日文，请通过日本的日文的托福，你才日本来上课。你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呢，放弃了根本，啊，然后去迎合人家，一点都不得势，所以乱不下去，非常辛苦。同意我的看法吗？啊，所以势有奇有正。现在我先讲一下什么是奇势，什么是正势。在敌人的正面鼓噪呐喊，这是正；突然间袭向敌后，这是奇。知道吧？在正面跟你讲话，突然以后插刀，这是奇啊！就是有很多名嘴喜欢讲的，就是正面握手，背后插刀啊，是不是？啊，那另外一个像敌人的右翼摇旗骚扰，这是正；然后突然间攻向敌人的左翼，这是奇。所以一个是正，一个是奇，奇正要怎么样去互用？所以比如说某一家百货公司的平常营运日，平常的业绩，这是正，百货公司举行周年庆的促销，吸引大批的人潮涌进，这是奇。他不是每天都这样做，他只有一年做那么一次，奇。走进百货公司以后，进去以后，哦，这边观观啊，看啊，这边有什么 Jason Market， 这边有什么这个百货，这个什么面包店，是吧？这个是正，走进去以后正，然后呢，不久以后发现哦，每消费5000块就可以送折价券500块，哦，他发现哦，这个很新鲜，这是奇。然后在流连百货公司之际，在流连在只能在看的时候，买完了5000块得到折价券500以后，还在流连忘返的时候呢，突然间到了晚上8点。百货公司突然间来一个贵宾，就是甄嬛突然间来到了现场，哇，全场尖叫，这是奇。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整个这个运作是正奇，奇出了以后变正，正一段时间以后又在出奇，奇出了久以后就变成正，正在出奇，所以一直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慢慢恢复平常以后回到正，然后等着下个棋出现。所以你发觉就是应的这句话，棋正相生啊，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整个势的一种营造的就是正打正，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出个棋，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恢复到正，正的话又等着一个棋出来，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变成正，正又在等着出奇，奇过了一段时间又变成正，啊，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啊，这段文字是孙膑对奇正的见解。这段文字他说啊，奇发出来以后就变成正了，啊，还没有发的叫做，你懂意思吗？奇发而不报。棋一发出去，如果对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的话，你就赢了。谁能够经常出棋，谁就有过胜，意思说胜得非常的超过，就胜很多，胜很大啊。你知道我后面放什么？我后面放什么？你后面放什么？请我后面放什么？不可以让你知道。请我后面放什么？是不是棋？这是棋，对不对？看到没？棋一拿出来以后啊啊，棋发而一发了以后，一让大家都看到以后，
就变成正了，就稀松平常的东西了，懂了吗？就这个意思。其发而为正，这个地方少一个其字，其发而为正，还没有发的叫做其，所以你把你的东西将发未发放在背后隐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那就是变成你的旗了。好比说你有一支骑兵隐藏在地下室，缺电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没有缺电的时候不动声色，懂意思吗？所以那是你的骑兵，那是背后决定胜负最后的关键，藏起来。可是一旦发出来，一旦让人家知道说，哦，你在地下室藏有一支骑兵的话，这还叫骑吗？人家知道了以后，人家马上派警察马上到你的地下室把这群人抓起来了，懂的意思吗？所以只有在未发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叫做旗。所以旗啊，一发就变成正了，没有发之前叫做旗。旗发而不报的意思是说，我如果出了旗，对方不知道什么因应的话，那我就赢了。可是我如果经常不断的都能够还有很多的奇招，不断的创新，生出新的招数，而对方都没有办法因应的话，你就赢压高五分的掉了，啊，你就赢很大，懂这意思吗？这是孙膑对于奇的奇阵的见解。所以各位同学都了解这个概念的话，这张图，我也看了这张图。这张图你看了没？其发而为正，放在我手前那是其，一拿出来以后它就变成正了。然后等到下一次看还有谁出其，一出其以后，人家看清楚了，又变成正了。所以你会发觉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其在某一段时间是创新的。刚开始这些 这个叫什么智慧型手机刚出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全球视为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珍品？可是后来大家普遍用了习惯以后，智慧型手机不算什么了，除非你还有一种怪招，就是智慧型手机你看我这个好没韩国人说做一个奇招，但问题我没事干嘛要弯，对吧？所以你看到他那个东西也没有卖得怎么样啊，对不对？大家竞相要出奇制胜啊，那过了一段他的奇又变成稀松平常，变成正了。等到一次的创新，人整个不管哪个领域里头就是这样的，奇正奇正奇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段概念孙子的这段文字叫做奇正相生，生奇奇生正，正生奇奇生正，相生如循环之五端，正生奇奇生正，这边不是循环来循环去吗？它根本没有端点的，没有一个节点，没有个结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啊！谁有办法把它给穷之？就是谁能够把它完全把它给讲清楚啊？讲不清楚，是它那个。四个产品的周期，生命周期的概念，它是分成四个阶段。那其实四个阶段你如果用简单来看的话，它也是不出两个阶段，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对不对？那你如果用兵法来讲的话，就是奇和正啊，本来是很出奇，希望能够制胜，后来放久了以后变成是稀松平常的东西，奇和正变成一个循环。而这种循环呢，你推而广之的话，就是一阴一阳。啊，这一阴一阳很有意思哦。请问门啊，门只有两种状态，一个是开，一个是关，对不对？门如果只能够关，那就不叫门，那就叫墙壁。门如果只能开，那就不叫门，那个叫什么？那叫走道，是一个走道，是一个通，是一个。你懂我意思吗？门如果只有开着的话，那就不叫门。所以之所以能够叫门，是因为它有开还能够关，开关开关开关，
那白天的我们能够一直站着吗？站久了一定要坐下来。能够一直坐着吗？坐久了一定要站起来，对不对？这不就是坐站坐站坐站，看到没有？皮带也是一样，现在我白天穿着裤子，皮带就把它缩紧，回家以后把它松开来。能够一直把它缩起来吗？不可以。一直把它放开也不叫皮带。你懂我要讲什么吗？开车的过程也是一样，可以一直加油吗？不踩刹车一直加油，那叫车子吗？那不叫车子。一直刹车，一直刹车，车子根本没有动，是不是？懂意思了吗？人动久必静，静久必动。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从这边来的，知道吗？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啊。天底下的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是一件事情，有要换成没有，没有再换成有，有再换成没有，就这样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一阳这样调整。所以奇正奇正就是这种概念的一个特例的一个衍生。啊，这个给我们什么启发没有？阴阳要有，没有没有，不然一都是处在一种状态嘛。他一定要换另外一种状态吧，换一个对立的状态。对立状态用久了以后又觉得很烦，对不对？所以又要到换另外一个阶段嘛。白天过久了以后，是不是很期待夜晚来临？会不会？夜啊，一时哇，一时天都微，很期待赶快黎明，赶快拂晓快出来，是不是？拂晓久了以后，太阳很大，就期待了，赶快太阳下山。赶快晚上可以睡个觉，一生都在这样阴一阳阴一阳阴阳状态中过了。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请问这个对我们启发有什么启发没有？有什么启发没有？刚我们同学讲很好，说要调和，阴阳要调和，还有没有？在诗篇这边所讲的奇和正，奇和正的话，我们就知道不能够只是出奇制胜，还要懂什么？还要懂正，不能只是用正道而行，还要懂得出奇，还要创新。奇就是创新。那奇正刚概念已经讲过了，我们来看一下南宋这个《百战奇略》这段文字讲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奇。他说啊，正兵啊是检视足，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法曰啊，非正兵安能致远。各位同学，想要把一支部队拉到很远的地方打仗，想要把部队让它变得有持续力，可以今年九月的有战斗力，有持续力，有竞争力，一定要靠什么兵？一定要靠正兵。什么叫正兵？上面所讲的这些文字就是正兵，懂的意思吗？所以喜欢出奇制胜的人，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出奇。你想要走远路，还是要走正路，一定要透过正路。在下面一句话，凡与敌战，若道路不能通，粮饷不能进，推计不能诱，利害不能获，虚用正兵。骑兵没有办法奏效啊，派美女去没有用，使钱使金钱不能够诱惑敌人。 OK， 反间计斗计也没有用，只能靠什么？只能靠正兵。那有时候骑兵有用，是吧？出骑可以制胜，可是如不能用的时候，只能出正兵了。那了解什么叫正，什么叫奇？凡战，凡是战争，所谓奇者，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个是金钱延后，冲动即息，使敌目之所备啊，如此则胜。法敌虚
则我必用其一人的虚数，如果那也是啊，他不是说，他不是人如果秃头，四十来岁就秃头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怎么样去掩盖它，一定买个假发，对不对？要把它盖起来，是不是？就他的虚数，所以人们的虚数，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它给遮掩起来。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暴露他的虚数，让他的虚数扩大？虚就是他的弱处啊。我们怎么打他的虚数，让他虚数扩大？用什么方法？用骑兵。啊，为什么用骑？因为他的虚数啊，那个地方是比较防备不严的地方，所以你要怎么样用一种出奇的方式让他虚数能够扩大。所以这几段文字呢，你读了以后，你突然就了解了什么叫做正兵，什么叫做骑兵。所以不是透过一天到晚在谈创新创出来的。各位同学，你想要有创造能力，想要创业的话，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当然，你告诉我，创业创新都是属于什么？是奇还是正啊？是奇耶、欸、奇不能够一天到晚用奇啊，你用奇用久了以后，你的奇就变成你的正了，你知道吗？你想要出奇制胜，你的根基一定是在什么兵上面？你在正兵上面。正兵是什么？早睡早起啊，运动，要喝水要充分，知道吗？晚上要睡眠睡得好，懂的意思吗？有体能，多读书，成绩好，读天下，读远见，看商周，懂吗？各方面的能力，这是正啊。有这些正的基础能力以后，然后时间到了，突然间，哎呀，你有几个志同好友，然后就创了一个新的什么 idea 出来，创业出来了。你不能一天到晚跟我讲，哎，你要做什么？我要创业。我要创业，一天到晚讲我要创业，创业，创业，创业就变成他的正，你知道吧？一听到他来讲创业，都知道哦，这个人口中所讲的创业，没什么稀奇啊，没有什么稀奇可言，没有什么内涵，懂的意思吗？所以创业这种概念，创造一种新事物的概念，是一种奇的概念，出奇制胜嘛，出人家所没有的东西嘛。你一天到晚过来嘴巴上头讲这种东西，意思。没用，没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哪里？走远路的一定要靠什么兵？一定要靠正兵。正兵就是你的实力。唐太宗啊，有一次啊，李靖说啊，李靖是他一个大将，他说高丽，高丽就是朝鲜，速度侵犯新罗，朕呢遣使令其撤军，但高丽不奉诏，我将讨之，如何？怎么办？李靖说啊，探知盖叔文自恃其之兵啊，这个盖叔文是高丽，就是北朝，就是那时候朝鲜啊的一个大将，一个国军吧，那个是应该是国军。他呢自以为自己很知兵啊，他说楚国呢是没有办法来讨伐我的，因为路那么远。他说啊，李靖说，我只请兵3万就可以把他抓到带回中国。那唐太宗说呢，你的兵只有3万，兵那么少，路途那么遥远，你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打败对方呢？唐太宗可能以为说你可能要出什么骑兵嘛，啊，可是没想到李靖说，一定要用正兵，不出骑兵。各位同学，你知道为什么用正兵吗？路途那么遥远，你怎么用骑兵啊？骑兵人家都用走的，骑兵是用跳的，你知道吗？你能够跳到朝鲜那边去吗？那人家走正路，骑兵都是走歪路，你可以一直走吗？走到朝鲜去吗？不可能，路途遥远，长途的竞争一定靠正兵。以正为主，以骑为辅。你如果把它颠倒过来，你一直都用跳的就正兵，偶尔你停下来走路，人家感觉哎呦好奇怪，你今天怎么用走的了？你怎么没用正的，没用跳的？啊，知道啊，用正兵，啊，那唐太宗说，你以前平突厥的时候是用骑兵，你今天为什么用正兵？
哎，你以前去勤突厥，去平突厥，突厥就是新疆那个东突厥，新疆那个维吾尔族那边的啊。你以前出那边的时候，你为什么用骑兵？今天为什么用征兵？啊，李靖就这样说，他说诸葛亮啊，七擒孟获，其实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是用征兵，啊。看一下，如果你在跨越险恶的地形，进行高度消耗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你只有有系统的例行征兵措施，才能够确保不必必不可缺的弹性，啊，靠征兵啊。所以，不要以为出奇制胜是你经常可以用的，出奇制胜是建立在你的一个很雄厚的实力之上，你才可能出得，好吗？所以同样的道理，同学想要创业、想要创新，有道理，建立在你的某一种正常的实力的一种基础之上，你才可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概念列出来。有没有听得懂啊？有没有以上这些概念以后，我们来看四篇的本文啊。四篇的本文一开始他都说啊，孙子曰：“凡自重如自寡，自重的大军呢，就好像自一样的军队。为什么自重可以如自寡呢？”大家可以统兵十万，不是真的每一个士兵个人都能了解，他每一个人每一个营，所以他一定要组织和别人啊。如果斗众如斗寡，如果你打斗起来对这个非常的兵众去进行战斗，却如什么这么样名其名是什么，是指挥和联络的信号，靠网络、靠讯号、靠通信啊，这样才能调动非常多的军队。所以你能够调动军队很快，就是斗众不斗寡，靠指挥、靠信号。你之所以能够管理很多的人，就如同管理很少人一样，那么样的效率是靠组织啊。有了上面这两句话以后，紧接下来他真正要讲的是下面这两句。他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面临敌人的侵袭，面临敌人的战斗，而不会尝到败绩，不会失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奇政的运用。”各位同学，这句话记得哦。你跟人家做竞争，在办公室里头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往往很多的角逐，很多的角力，很多的一些看不见的一种战争，办公室的 politics office politics 里头，或是你将来在市场上一定免不了竞争。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可以避受敌而无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对于奇政的交互使用啊。兵之所加，如以断头软者。那兵队的这面临看到了什么地方，兵之所加啊，如同你能够用石头去击人家的鸭蛋，哎，石头碰鸭蛋，鸭蛋一定碎掉。为什么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优势？你打到哪里你就攻克哪里，这个毁坏敌人的势力到哪里。为什么你能够那么样的神准有效力，可以攻克每一个你所打的敌人？因为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虚实。虚实跟奇政呢，是我们中华文化里头很重要的两个概念啊。奇政不是虚实啊，不是奇，这是两个高度相关。待会我们待会讲啊。奇政事实上是一种运动的一种阵势的一种转换，你摆正摆奇，它的目的是要探清楚对方的虚实，知道啊？是不是两个人初次见面不知道对方的虚实在哪里？是不是像拳击对手两个人互相打斗的时候，一开始见面一定会做很多的试探动作，打一下他上面看他怎么防，踢一下他的下面看他怎么躲，看到没？拳打一下
接触一下对方的力道，看他的力道强还是不强，看他的马步，打上面，打下面，看他是怎么样回应，这个都在探他的虚实。所以靠奇证来了解对方的虚实在哪里，所以奇证是为了了解对方的虚实，啊，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高度相关，但是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OK， 下一句话，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这句话很重要。所有的竞争，所有的打战，所有的战争里头，都是以正合以奇胜。这句话是说，一开始就摆棋用心，让人家以为说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呢，不能够走长远的道路。要走长远的道路的一个正式的一种做法，一直以来通通都是什么，都是靠正办，用实力来相照啊。但是真正两个人用实力来相接触，最后能够胜出的都是哪一方，谁能够出奇的那一方都能够胜出来。所以像同学们，你们在做口试面试的时候，不管你是面哪一个研究所，或是面试要哪一家公司抢一个职位的时候，记得以正合以奇胜。正履历上头非常丰富的很多实实在的经验，你参加多少社团，你有什么英文的实力，你读了哪些学位，你有哪些工作经历，这个通通是你的正。可是面试的当天你怎么出奇，每个也都很有实力啊，像竞争的人实力都不在你的下方，不在你之下，请问你如何脱颖而出？你要靠出奇制胜。所以这个概念叫做以正合其胜，知道吧？那怎么出奇啊？那就要看各位了啊。像当老师这么多年，每一年都会碰到这种场合啊，学生来面试的时候，请同学花一分钟时间自我介绍，一开口就开始讲英文，啊，对不对？啊，讲英文哇，全场眼睛一亮，是不是出奇？可是他一定胜吗？不一定。但是呢，一时间的出奇，眼睛为之一亮，他能够吸睛啊，吸那么短暂的一两分钟。可是过去以后呢，他是不是还持续的不断出奇，让人家的眼睛啊不断的睁大，看着他，看着是。是不是谁能够维持那样的一种新鲜的程度，15分钟就很会出奇的人。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是靠你的实力，靠你平常的实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啊，来。所以正合以奇胜，这个是用啊，是的。所以君可使必受敌无败者，不会尝到败机的，都是因为看什么？都是因为看奇证的互用，啊。因此呢，善于出奇的人呢，啊，他的奇证的一种不断的循环的使用呢，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啊。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就像日月，就像四时一样的，都是不断的周而复始，无穷的不断的循环。所以，善于出奇的永远有奇招，啊，出完了奇以后，回复到正以后，又再下一个奇，奇正的互用呢，永远就不断的循环的，懂这个概念吗？所以谁能够战胜，就是不断有的奇招，永远使之不尽的这样的奇招，这样的人的话就胜很大。那这句话各位同学看一看，自从皇帝以来啊，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全决，这是基本的上的一种法则，而且可以说是天地的一种法则。自皇帝以来，本来就是先正后奇，先仁义而后全决。如果一开始就用权谋，好比说初来乍到到一家公司来，你为了吸引老板对你的注意，一来就出很多的奇招，刚开始出很多的奇招，这样好吗？让人家觉得哦，这个人不同凡响，一开始这样好吗？不好在哪里？为什么这样不好？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先
先全绝义，先齐，你懂的意思吗？可是自皇帝以来，天准则向来都是先正而后齐，先仁义后全绝。为什么先出齐不好？你们这都说有一些是在工作的，在职场的有经验的人。哦、OK， 就表现非常好、啊、一开始生意就拉高8度，那你就永远不要降下，你降下来就代表你退步了，你知道吗？所以一开始不要，一开始要考90分，一开始考，对，一开始考90分，你以后每一次都要90分，懂的意思吗？除非你的实力就是在90分，90就是你的正啊，还有没有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没有？为什么先正后齐？为什么不先齐后正？先全绝，不要说是部署对长官，跟同事相处，长官对部署，要不一开始就出很多很难的一些招数，让部署不知道怎么去应应。先出齐，还是先仁义？先仁义，为什么先仁义呢？为什么不先全绝呢？先培养感情。先培养感情，什么样的感情啊？革命情感，什么样的感情？没错，先感情，什么样的一种概念呢？幸福人心，恩信的一种概念，就是你先对部署有恩，让他感觉说，哎，这个老板对我有一点恩啊，好吧？哎，讲话算话，是不是？有恩信在先，有恩信在先的话，以后呢，要去运用这个部署，要去带领他的话，就比较好带了。如果一开始用全绝，讲话不算话啦，用一些什么怪招来吸引部署，让他去听从你的话，那你这个招数这样一用的话，而且慢慢发现你这个人不讲信、不讲义，没有这种恩信在的话，就很难。所以向来都是先仁义后全绝，知道吧？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齐，知道啊？这都看得清楚啊，孙武啊，就是孙子，孙子所说的“行人而我无形”啊，这是在《虚实篇》里头的一句名言，“行人而我无形，此乃极致”。为什么？行人呢，就是让对方铺路，让对方为证，让我却是无形无踪啊，一个是正，一个齐，两个之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鲜明的一种对比，所以是齐正的极致。OK， 这是一种很极端的一种写照。那齐正之间的互用，这边列的各位同学做一下参考啊。这个待会下课休息以后回来再继续来讲。